玩手游就看哎呀酋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哎呀酋长 ，Oligay， 我是凯的女人芷墨江。世界危在旦夕，维护世界平衡的魔法球被拥有高科技的外星生物夺走。年轻的勇士啊，你能否夺回这个魔法球，保护这个世界？下面有请旁白君交代一下这个游戏的故事背景。别管，元气骑士这个游戏呢没那么复杂，干就是干。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丧心病狂的像素地牢射击类打怪游戏，制作商对这个游戏的评价只有一句话：我们只是想做一个丧心病狂的打怪兽游戏而已。好，进入游戏，满满的一家子，除了骑士，剩下的人都是黑白的啊！当然，因为你没买他们嘛，所以你走过去的时候呢，每个人的表情也都特别的冷漠。但是放心，旁白君打通关了，也没充一分钱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前往地牢。可以看到这个操作呢还是十分的简单的，其实特别像是这个雷电和魂斗罗的合体，简单的说就是拿着武器上去干。为了让玩家更能体验出杀虐感呢，制作方把主人公的移动速度以及灵敏度都有所提高，并且配合着秒天秒地的武器，外加小兵都可以打出绚丽的枪林弹雨。如果这款游戏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的话，那就是丧心病狂。并且制作商为了怕玩家轻易的死掉，还贴心的设置了护盾这个机制。但是过来人告诉大家，没有人枪子吃多了还是活蹦乱跳的，并且友情提醒那些处女座的玩家慎重玩这款游戏，因为游戏中呢超过120款的武器随机掉落，什么红龙狙击枪、蓝火加特林、洋葱鸡腿、马桶塞，没错，听个没错，全家福大礼包也加入到了这个元气骑士的武器库当中，简直就是通关必备。而游戏的地图呢是15层随机生成的地牢，在通关之后更有屌炸天模式等你来挑战。当然如果你已经通关后还想挑战屌炸天模式的时候，那时候只有一把好的武器就远远不够了。这款游戏中有着很多技能扯淡的角色，除了免费使用的骑士，还有法师啊、吸血鬼啊、游侠啊、刺客等等角色。但是请注意，这些角色都可以不氪金，只凭借看广告收入兑换金币就可以兑换英雄。当然了，有些土豪如果想充的话呢，充一点点小钱，很良心的价格，其实就可以把这些英雄都买齐了，简直是良心到家。怎么样，酋长？我给你推荐这个游戏，是不是特别炫酷？别说话，开箱了。